你是阿宝对不对？最喊的是阿宝啊！我爱过，依赖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你也是说很多话。对啊，我可以跟你拍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超喜欢看你们影片呢。谢谢。一二三，谢谢谢谢谢谢君龙，谢谢君龙，脖子不在，你要好好加油。我爱过，依赖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你他妈才古拉呢！啊！你是一个命令死亡。导演，告诉我你会演戏，告诉我你会演戏，再一个，来，先准备。救我！咔咔咔！他妈的，再演好命啊！告诉我，你会演好，他妈等你演到好为止。你们听到？你们听到？我爱过，你爱过。的感觉太好啊，正式还这么烂，他现在演这么好，你是阿宝对不对？最喊的是阿宝啊！我爱过，依赖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你也是说很多话。啊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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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爸爸，今天晚上跟一位韩国来的导演吃饭。不会是那个毛手毛脚的那个导演吧？毛手毛脚怎么了吗？你不想要这个机会吗？你第一天出来混啊，有曝光就是好的。 OK Laura， 你知道的，大鱼吃小鱼，快鱼吃慢鱼，那我们要做什么鱼？力争上游的鲑鱼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都很需要这个机会，晚上跟我去吧。我爱过，依赖过，那安定的感觉，也放手离开过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首歌？哎 ，Lara， 你今天这部电影是在影射你自己的真实故事啊？明日之星这部电影也是在讲演艺圈的潜规则，但是其实是一些我们可能有听过的故事。其实这个角色跟我自己本身还蛮不一样。怎么会当电影绯闻男友是有来到现场啊？是吧？你在写吧？是吗？我们以电影为主哦。不好意思。你有想过成为谁的明日太太吗？目前是没有这打算。我们今天还是以电影为主哦。听说你前一阵子过了30岁生日啊？那你这样算是不期而遇了吗？我爱过，依赖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这首歌是在讲你跟你前男友的关系啊。啊！拉拉，我们的关系，我可以拍照，我可以拍照，拉拉，我喜欢你。你感受一下好了，音乐继续放，想象一下有人在抱你的感觉 ，OK， 就像这样子，边唱边摇 ，OK， 呀、yeah, ，有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来一次 ，Action， 咔咔咔咔，好了，加油，加油，你再来一颗，我还没喊 Action 啦 ，Action。好了，大家都想休息了，我也想休息啊，多撑一点啊！马上到我房间，大家加油，我们再来一颗。你是拉拉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就是你啊！
我常听你的歌，哎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单身啊？介绍我儿子给你，等我一下啊。OK 啊，来，你叫谁？叫谁？我还在洗碗哎。对啊，这是招待你啊，招待你。这我儿子啊，这是拉罗还是塞罗？拉罗。到了。你看我儿子高富帅都没有了，就是有点自闭了。拼音真的不是问题。我爱过，你来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要多少一句话？我有一次，全部给你，全部给你的话。我爱过，你来过。钱拿太少了，叫什么娶大老婆啊？宝贝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哦，宝贝，没关系，我要请我朋友来跟我一起等。啊？嗨，博子。你说压力大，我每次看电影都拍照。不好意思，打扰老师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先去买电影票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还紧张。谢谢。哇，博子啊，有埋面。不是，他们谁啊？他也需要烟雾弹啊。你也需要烟雾弹。宝贝，今天不是还要来我家吗？那我不能被晒到，自己去你家。哦，对 ，Lara 跟我们说你呢。对，有要开香槟嘛？天天交往这么累啊！我先去买电影票。啊，我们这边4张。4张。有爆米花。少来烟雾弹。冲啊！你干嘛、啊？有本事看又怎样？我很丢脸是不是？我不上相吗？还是我肥？我又丑？不行吗？不是你签那个契结书吗？契结书是？契结书？去你妈的契结书！各位信以为真。过来，我本烫跟艺人胡少恩在一起。来，手机拿起来拍，上传 IG。丢脸哎，别闹好不好？他要赔钱。赔钱，不管赔多少钱，我都要买回我们的爱情。我爱过，你来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也放手，离开过，选择回到原。宝贝，好累哦。我手机有讯号啊！大家都有付钱，我就说我的牙齿吃你。好，主播各位观众，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在知名的东区 KTV 前面。据传说呢，疑似有发生一起感情纠纷斗殴事件。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穿全黑带跟灰帽的女子，据传说就是这起斗殴事件的女主角。我们赶快来访问她。不好意思，想请问这一次的斗殴事件是女主角吗？我不认识。好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，那一名女子就是你啊。我们现在来赶快。这次为什么会爆发冲突呢？他刚刚吃我牛肉面，大家都不能乱吃了。我就说我要先吃我的，你他妈把下午哥。我爱过，你来过，那安定的感觉。也放手，离开过，选择回到原点。也许谁都会渴望完